沉浸那你的见识，因为它消除了你的业障，因为它找到了你影子里，因为它强化了你的能力，因为它助长了你的定位，因为他们是你的道，真正的幸福和快乐，所以要感激伤害你的人，感激欺骗你的人，感激变得你的人，感激遗弃你的人，感激绊倒你的人，感激指着你的人，感激所有是你坚定成就的人。坚定成就的人。